要抢射猎手，有没有医护兵跟着我？那个谁，如果是医护兵，可不可以重生过来我这边？我是坦克猎手，我特别需要血。OK， 我跟你过去。哎，好，那过来了。对。但我需要补血的。OK。我就五十点了，我需要补血。35点血，我真需要补血，我要推到后面这房子。先往后退，这边有一点花圈，你先推后面。哎，这个人，哦，他给我了，这个 ，OK OK， 我回来。这里有个骑兵还活着。去死吧！好，各位，今天来玩点抢攻模式。那今天我们用的枪是 SMLE Lawrence of Arabia 的阿拉伯劳伦斯的 SMLE。那我必须说，这把枪并不适合这个抢攻模式的环境，因为它的枪击循环虽然说是步兵版，就是是狙击枪里面算快的了，但是怎么说呢？还是比不上 M95 应该是唯一把在这样子的抢攻模式里面能够有效果的狙击枪啊，因为它的枪击速度够快，而且近距离的伤害也够大。SMLE 还是差了一点，不过我们尝试看看吧。We are losing objective apples.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Shit. 啊，毒气，我要走。所以刚刚不知道开头还蛮不错的，就来了一个三连杀。We are losing objective Charlie.放一个在这里，这样总不能担心。Oh my god， 散弹枪！如果不是散弹枪，我们可能还有一点机会，但是散弹枪就没有办法了。OK， 我们挑随机，因为从现在队友旁边可能会有点危险，我们是需要一点距离。这边有一个，他们是不是要从那边出来？是并没有，这毒气特别讨厌，我就不过去了。我们右边这边好像有一些兵，我希望我有信号弹或是。前面还有很多人，我们必须。No。啊！好快啊！不过这就是自动冲锋枪的威力，出来，真的是没有比这个还要没有我并没有缩短它的这个时间，就真的就死了。
我这个信号弹射的不太好。应该射在 C 点。好吧，还是错过了。我弱爆了。对，我们来把 C 点转下来。那 A 点。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 这位兄弟你好。Assaltatore, teniamolo d'occhio.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Abbiamo preso l'obiettivo. Il nemico ha perso. 边放一个。那点还有人。似乎没有了，我们来站一下，盯着那边。OK， 都有散弹枪。Mi hanno ferito, dottore. Medico, mi hanno ferito. 他在里面吗？哦，是。来，我们来滑行盲狙。没有。滑哦。哦、oh, ，get wrecked！ 哈哈哈！啊，滑行盲狙。哦、oh, ，what？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毒气里啊 ！What the fuck, guys？ 哎，这边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觉得我觉得我这位置好，怎么讲？非常的危险。手弹29。Oh my god， 小娟，你要学会瞄。Marshall 的 medic 不能够这么样腰射。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Shit， 趴下，小弹低点。没有人了吗？差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头给拧下来。对 ，B 点站下，接下来是 A 点，这就是地上的火特别讨厌。我们还有信号弹吗？没有，我要求一点弹药。探索陷阱还有。What the fuck？ 刚刚那里怎么了？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突然被往后拉来了，什么？可能是 lag 吧。我 ping 多少？四 ping 都会 lag 吗 ？Dice please。Oh my god， 里面好多人。Okay now。处理一下，哎呀，都是毒气。要不是有这个压制作用，我就不那么怕毒气，就是因为这个压制作用。嗷嗷嗷嗷！哎，快动了，上车了。拜。OK， 他死了。我需要一颗手弹丢进去那里，其实。重装。有喷火兵哎、欸，不过那在里面。好了，我们帮忙站一下 A 点。我们觉得上面有人。我们 A 点又在丢吗？等一下，哦。妈的 ！No！ 让我进去 ！Oh my god！ 啊，又是毒气 ，fuck！ 那个兄弟，你与其挡我路，你不如给我一点弹药吧。你说这样子好不好？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 那我打开它，谢谢。我还有扳手陷阱吗？放一下在这里。No， 又是毒气。我们必须滑行。哦，滑行盲区。Holy shit， 各位。We are losing。我不行了，我们已经做了两次滑行盲区了。我好恐怖，我觉得还是把它带上好了。我好怕。What the fuck, dice? Dice, please. 我四拼三拼，不要再让我 lag 了。What the fuck, dice? 我本来很好的心情，本来滑行击杀很好的心情，都被你搞乱了。Oh my god！ 我旁边有个人拿散弹枪。我本来很好的心情做了两次滑行击杀，结果 Dice 就把我整个节奏都打乱了。然后我们要输了啊？为什么我不想输 ？Oh goodbye！放你在这里，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感觉会有一些效果。C 点，我们往那边射一个箱弹。哦，我已经看到一个人了。切，这边还有。哎，这树。这人在哪？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在这里面。哎呦，炸药。我还有手榴弹吗？有。B 点 B 点 B 点 B 点。We are losing objective Charlie. 在里面。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74-96啊，看来我们还是要输了啊！69点血，你们搞错 ，Dice。啊，毒气。No， 小 J，No。哎，哦，六攻七八。应该是不会救，哎、欸，说不定哦，不对，不是两个人。哎呀，我们还是输了。啊 ，no！ 天哪，第一、第二名35杀死，啊，不过从突击兵还是有可能，还是有可能的。其实，哎、欸，我的ping为什么刚刚突然跳到970？我不知道，各位，我不知道。这一场还蛮好，蛮酷的。我们哇，哎呀，玩的蛮开心的。OK， 那对，感谢你们收看，然后我们来开箱子吧，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们有没有拿到。我累积了好多箱子，就是希望在影片里给大家来开。OK， 我们离开，我们回到资源单，我们来给大家开一下箱子。我觉得好久没给大家开箱，你看我从来就没有在影片上给大家开过箱子，但是我累积了超久，我应该有21个箱子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来给大家开一开。那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不要忘记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下一次想要看什么样的组合，主武器、配枪，然后配件，手榴弹还有近战武器。那然后我这次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你们就是要求这个组合之后，就下面看能不能给个小小的这个故事背景，就为什么我会拿这么一个组合。比方说像这一次你们要求我拿 SMLE 加 Mars Automatic， 你们的想法一定是我是一个英国的士兵，对不对？那你们就可以帮我写一点小故事，比方说我是一个住在伦敦的什么少年，然后来欧洲打一战，然后这把枪是什么我爸爸还是什么我哥哥他战死了然后留给我的一把枪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小故事我觉得会让这个有意思很多。所以
希望你们下一次留言的时候选择了之后可以编一个故事出来。 OK， 我们回到桌面。好久、啊、各位必须原谅我，我用的是笔电。箱子在哪里开来着？首页。 OK， 战斗包21个，我们来开一开。哦，有好多种，你说我们应该先开哪一种？我们从最差的先开吧，我们先开最简单的这种。来来来来来，跳过。嗯， Model 10A。 哦哟，第一个就是传奇。好好好好好，再来下一个。这个是优秀的，说不定能够开出一些什么厉害。这个优秀的开了比较开的这个动画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吧。诶，这是那个，哦，又是一个传奇 How 的手枪。哦哟，厉害厉害厉害，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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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好，我们再看一次，下一次不看，毕竟一样。传奇，哦哟，好像又是传奇。哦 ，Model 8， 我好像不用这把，但是也是很屌。再来，有已经三个传奇了，各位，你说我们会不会全部都是传奇？哎，这个我好像有了。哎呀，我已经有了，可惜我们把它拆了，我们等下再买一个，再买一个那个来开。对，再来，挑锅。这个也是传奇吗？不是，哎，这个也是传奇。Modelo， 这是那个医护兵的那一把枪，好像。哎，还有这个经验加成，好好好好好，再来再来再来。哎呦，这箱子开起来好爽啊，所以各位箱子留着一次开比较爽。哦，这个我好像也有了，对，我已经有了，我们把它拆掉。又是一个经验加成，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我还差两个拼图，就是我的那个狼牙棒还差两个拼图，希望可以在这一次开出来。Yo Dice，啊，这个我们没看过，我看一下。哎，又是传奇 ，Hamilus 1903，再来。我都不懂，对，为什么这么慢 ？OK， 跳过。这个应该不是传奇了，对。这个我们就不需要。我们这把枪我们刚刚已经，哎，刚好像不是这一把，但是不是传奇就算。又是一个经验加成。天哪，我们开了几个？我们开了三个经验加成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挑锅啊，这把我们就是那个嘛 ，Hamlet， 艾森豪威尔精英，我们留下吧，留下吧，不然每次都只有一种涂装，当你想换的时候都没有得换。挑锅，哦哟，这个也是精英，好，精英就留下吧。医疗装备，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开出医护兵的枪才会有？就只会开出医护兵的枪，这不是医护兵的枪啊，奇怪，这个不要，这个只是一般的。拼图，哎呀，没有拼图。各位，我们的目标是拼图，而且要是狼牙棒的拼图，不是锯齿刀的拼图。这把这个 M1907 我其实很少用。拼图，没有拼图。还是说，因为你医护兵已经解锁了那把 C93 还是 C96， 所以就也可以从医护兵这里开出来？哦，这真的都是医护兵的枪。我不喜欢这个皇家指令，我觉得皇家指令没什么意思，就黄黄的。哎，又是经验加成。哎呀，我要拼图，其实虽然经验加成也很好。最后，医护兵，快来拼图。这是那个 M1906，不是 Self Slayer 1906那把。其实那把枪有它的用处，但是有很多枪比它好。其实，再来这个是侦察兵的，应该。SMLE 哦，不对，这是 Russian 1895。哎呀，我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把它留下，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 Russian 1895上面的原本的那个瞄准性，它是黑的。在某些地图，像那个皇帝会战的，其实哦，那我们等下可以去把那个拆了。皇帝会战一开始的那种战好的地图，它会让你看不清楚，因为它是黑黑的。哎，这是那个 Bedale 1889这把枪。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会用这把枪，这把枪重伤速度又慢，然后它也只能近距离攻击，所以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去用这把枪。其实，这是那个啊 ，Guevara M95， 可是这没有，这根本就没有差啊！我觉得这个跟原本的涂装是一样的，我们把它拆了吧，看等一下可不可以再买一些。又是经验加成，我们有好多的经验加成，我已经数不过来了。志愿兵。其实志愿兵我用的很少，给我来个 BAR 的吧。哎，才刚说，可是这是那个，
这是一般的，我马上。我 BAR 好像本来就已经有个精英的了，所以我可能不要祈求 BAR， 给我来一个 Medicine 吧，麦德森机枪啊，又是这个，而且还不是传奇，看来我们是没有机会拼图了，这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再买，我们也可以再买几个拼图。哎，这是麦德森，其实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还行，我们把它留下。OK， 我们再去买，我们有850。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强化的，我们买最一般的吧，多买几个。哎呦，我不是要用钱买。我们可以买的，买三个，花费零件，确认。OK， 我们再开三个拼图，拜托，三分之二的几率拼图。哎呀，又是这个，刚刚已经有了，还是不一样，为啥没有说我有？是啊。开启拼图，拼图，拼图，拼图。哎 ，MG15 的留下吧，我觉得这不能要求太多。拜托，虽然说已经没办法拼出来，但是一个拼图也好。哎，这是刚刚那个吗？哎，这是传奇的啊！对，我们刚刚不是说要把一些拆掉，我们去看一下。这些都可以留着，这个可以留着。这个可以拆掉。拆解，然后步枪，这个我们可以拆掉。还有呢，散弹枪这些都是，对，这个我还差两个。配枪这些都是，哎呦，我们有五个经验加成，厉害厉害厉害。OK， 所以我们可以再买一个，我们再买一个吧。花费零件。拼图，为了拼图已经不择手段了。OK， 我还想说我买的战斗包，哎，我们可以再买一个吗？哦，没有，他那个总是会慢一步。拼图，呼叫拼图，拼图，拼图，我让他播完，播完他心情好会给我拼图。拼图，拼图，拼，好吧，没有拼图。好，各位，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段的影片，那不要忘记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现在想要看什么样的组合。我们下次再见。